金陵夜行干的就是这杀人的勾当，肮脏的手一时也洗不干净。他们是恶人，虽然可怜但也该死。凡杀人者必抱有被人所杀的觉悟，冷面阎王过的便是这腥风血雨朝不保夕的生活。这样的人郡主可还觉得配不上？你刚才的神情我是第一次见。你走吧。我不走。冷面阎王虽然可怕，可是你让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便会一直等着。沈岩，虽然我配不上你，但是我不舍得你独自游走于生死之间，有我陪着你便不会孤单寂寞。也许我许不了你一生一世，但是在你找到那个可以给你一生一世的人之前，我可以。一年做一曲同心，一梦星月，夜夜流光相交接。